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Jenny 爱吃锅，你呢？跟大家打招呼一下吧。你呢？跟大家打招呼一下。你连学都学不会。来，开始认真一点吧。来，认真一点。我们现在在吃早餐。待会儿他今天要去打那个彰化的大福杯去比赛，听说这场赛事蛮大的。然后呢，最近这几天他都很紧张，一直在观看对手是谁。然后发现对手是谁的时候，他就想说这个对手好像很厉害，好像很厉害。然后就开始自己紧张，自己吓自己，怎么办？我要打输了。所以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要拍这个影片的原因。我想帮你安慰一下，不要紧张，输了也没关系。看到你的脸就紧张了。我今天不去，我就不去。所以跟你说不要紧张，我觉得我说一千遍的不要紧张，你应该还是会紧张，更紧张。那你觉得你现在打羽球跟之前打羽球比赛，心态有什么不一样吗？以前比较那个，担心，现在还好。现在还好。那你如果说遇到强对手的时候，你都会用哪种心态去对抗他？你给他打什么球？切球，切球，就你的切球是最拿手的，是吗？还有什么球？如果你今天遇到，还是切球啊？哦，就是一直切对方就对了。那你今天如果说不小心抽到了弱的，你要怎么办？抽到弱的，他不要太弱就好，不然我也会不知道他要打什么输掉。所以你是遇强则强，遇弱则弱是吗？是这样子吗？对。不要担心，反正你只要用心的接好每个球就行了，好不好？那你觉得你打比赛的时候，你最期待的是什么？得奖的那一瞬间？没有。还是打完的那一瞬间？打完的那一瞬间，因为可以不用再紧张啦。哦，所以你现在还是紧张的。那你觉得打比赛的时候，让你遇到最难、最觉得困难的点是什么？落后。落后就是。就是分数比别人低的时候，你就会更紧张是吗？那如果说那还有吗？分数一直追，追人家的时候也是你最难过的时候。好像这些情况你都有遇到，因为你之前就会电爆啦，就被别人电爆，要么就把别人电爆，要么就是被别人电爆。但是我想说，没有事，打比赛本身就是有赢有输，你不要太在意那个分数，好不好？因为你一旦在意那个分数的时候，你的心态就变了，知道吗？我们当初打比赛的时候，不就是为了说寻求刺激的感觉吗？对啊。对啊，那你不要忘记初衷就好了，知道吗？所以你就是去寻找刺激的感觉就好了，你不要去在意那个分数。要在意啦。如果你今天打一个失误球，你要怎么面对它？再追回来啊。再追回来，对啊，就再追回来就好了。因为谁都会有失误的时候，对手应该也会经常失误。有些不会啊。有些不会。那有些不会，为什么会有失误球呢？就是因为平时练习的还不够吧，是吗？那我相信这段时间你练球，我觉得的时速还蛮多的，这一次应该就是尽力打就好了，好不好？第一次不要遇到大魔王就好了。遇到大魔王，所以你最怕遇到就是大魔王，对吗？谁是大魔王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没有大魔王。你就是大魔王，那人家也怕遇到你吧？有大魔王。对呀、啊，你每次都预判对手很厉害，你不要预判你的预判好不好？对，因为我觉得对手看到你，他也会觉得你好厉害，然后你看到人家，人家又觉得你觉得人家很厉害，然后大家都觉得对方很厉害，很紧张呢。对，那我想问一下，当你紧张的时候，你都怎么去排解它？跟自己讲没差。对，你要一直跟自己讲没差没差，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，反正打出球我也不会骂你。你那会又把我骂进厕所里哭了。你自己去厕所偷偷哭了。那为什么说你呢？
我上次为什么说你？我觉得你对，既然你参加比赛了，你就要对你每一场比赛就要认真的对待。如果说你因为打前面的输了之后，后面开始乱打了，这样子我会觉得很难过。都已经上场打了，为什么要乱打？把马铃薯都吃掉了。你说是不是？所以我觉得我一直告诉你的事情是，不要到最后一刻都不要放弃那个球，因为你要尊重你每一个球，哪怕是最后分数比别人低都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们已经尽力了，知道吗？知不知道？你不要说哦，我要输了啦，落后这么多分，算了啦，乱打啦，嗯，没差啦，那这样是不行的。其实你乱打没乱打，我们都看得到。我只要擦擦手机，我放弃。没关系啦。那你先吃早餐。今天他待会跟阿妈去那边打比赛，然后我在店里面上班。那祝你们都顺利了，好不好？嗯，好饱啊。好我喝的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，我知道你有一件很期待的事情，就是想见你的同学，因为他们有个很好的朋友，他转学转到另外一间去了。然后这一次，然后我知道你同学走的时候跟你说，下一次一定要打爆你。对啊，今天你怎么知道？所以他这一次会跟那个同学见面。然后呢，希望你们见面的时候能够互相拥抱一下对方。然后你希望你们都能够晋级到最后，然后呢，开始那个对战，是不是你也很期待这一点？嗯。他不会打爆他。没有啊，他如果说到最后晋级的话，都会遇到，因为都是四年级女单嘛，都会遇到。所以你们都要努力，打到最后就遇到。但是我觉得你不要因为对方影响到自己的情绪，因为如果对方输的话，你想说哦，他输了，我对不上他了，那我也赶快回家吧。我没有这种啦。之前就会有这种心态。你之前就看你学姐他们都输了走了之后，你想说我也要回去了，结果就乱打了，是不是？没有，你今天要打到最后。对，打到最后。蒙娜丽莎的微笑。看可不可以慢针去。对对。慢针他打四点多的，还有什么打晋级没打四？哦，那你打。他们都打四点多的啦。那你打都不管我的心情。没有啊，你打到晋级，打到最后的话，打到决赛场的话，你就可以打到四点多了。打到第一二名，他们就去了，会在那边帮你加油。嗯，对。时间呢、啊？加油 ，Good luck。时间呢、啊？祝你好运。那我先忙了哦，你先吃。时间呢、啊？我买了柳橙汁。你那雪梨堡没有吃吗？雪梨堡如果没有吃的话，就带去，好不好？嗯。大小姐，你不吃早餐吗？吃麦当劳？哎，不是，是吃。这是你的，是姐姐的。是吃。好了，我要开始忙喽，上班了。哦，我也要。那我们待会儿再见吧。待会儿告诉你消息，他到底是赢了还是输了。虽然我没有去呢，但是我还是会关注你的赛事。等到你要打赛的时候，今天你会打两场。如果没有晋级的话，只会打两场；如果晋级的话，就会继续打到四场、三场之类的。虽然我没有去，但是我一定会线上跟踪你的最新消息。所以你要认真一点，知道了吗？但是也不要给自己压力太大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OK， 可是我真的很佩服你，因为那种赛事，我光看，我觉得我的心跳就已经快不行了。你能够上场去打，能够克服那些紧张的困难，能够站在台上去打的话，我觉得对我更不行。你很厉害，你已经赢很多人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你打阿妈心脏都快要停止了。对。那然后教练说他手掌心一直冒汗。其实大家都比你更紧张，大家都很紧张。我更多汗啊。好，你更多汗。好，那我们不要比紧张啦，我们要比谁心态最好，好不好？那就先这样，我会一直跟踪你的赛事，到时候最后结果我会跟观众讲，可以哈，可以哈，好的，加油。我现在来接我们家大女儿，她在这边画画。本楼现在已经那边有球赛开打了，我回去再看吧，有可能赶不上第一场了。好快啊！可是 ，Hello， 我看到上面有写画好了吗？这个太小。走了吗？都是。你先画这个、哦。好，可以小孩。OK， 还挺好看的。加油！加油！好，大家加油！好。
你好累，我才累嘞。刚刚店里面全部忙完，来接你，接完你之后，哎，我都已经来接你了，待会那个衣服我也洗好了，你待会晒一下。我前天也做了对。我们说好的，周末的衣服都归你们啊。可是你前天也是，不是周末放假？不是你放假了吗？我都跟你说放假的时间都归你。你说礼拜六才归我。你要分担一下家务，不然的话妈妈会累死的，好不好？我才累死了。真的，我过了两个大班就累死。Later， 回来啦！你的朋友晋级了，他居然晋级了，哎，很棒了，很棒，你也很棒，你也很棒。你也很棒，输了，输了没关系，下次还有机会。人生就是不断的输，然后再偶尔赢一两场，本来可以赢的，为什么输了？没有教练说，没有割裂，最近没有割裂，然后就是失误太多了，失误太多了。没关系啦，再继续努力好不好？我们通过这一次的书，然后呢累积一些经验，好不好？好吧。所以每次都赢的。对啊，人生就是这样子，赢太多了也不好哎。你球拍拿太多了也不好，要留一些给别人。没错，赢太多次羽球拍也不好，要给人家留一留。客人也都走了，我现在在最后采访你一下，打完球之后什么心情？不甘心。不甘心。郁闷。对。气愤。气。还有什么？但是不过回到家就可以轻松了。回到家就变轻松了，因为终于比赛结束了。你已经完成了今天的任务。哪怕是最后结果。带一点遗憾。然后呢？但我打赢之前打赢我的啊。虽然今天比赛没有晋级，但是你今天对上你之前对上的没打赢过的对手，对吗？今天打赢了。然后嘞？蛮好打的。啊？蛮好打的。蛮好打的，说明你进步了嘛。那有没有总结一下今天为什么会打输？失误了。失误球太多，是吗？你不要动来动去好不好？认真正经一点。失误球太多，为什么会失误球太多？如果下次再对上那个选手的话，你要怎么做？把他电爆。电爆他。对，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。下期再见，拜拜，好不好？那跟大家再见吧，我们今天拜拜。我们今天影片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。如果你们喜欢我妈的影片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和分享。还有最后，开启小铃铛。对，感谢你们，也感谢你，感谢你输了没有哭。通过显示板的数字的跳动，可以看得出来柳龙是真的有努力的，一直紧咬着对手的分数不放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后面的心态居然崩了，一直失误。没关系，继续努力吧。感谢观看哟。